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Zhang Jiajie. I'm your tour guide. My name is Kevin. This is my pleasure to sail with you.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in Zhang Jiajie. Thank you.我今年49岁，在我人生的28年当中，就是一名导游。我是常德人，1990的时候呢，由于高考的失利，我去了慈利，在一家饭店打工。当时张阿姐的游乐刚刚起步，既然到了这个景区了，也想尝试下这个行业。集团店。那个时候呢，中国也是刚刚开始2年时间进行导游考试。自从我拿上导游证的开始，我就一直坐在导游的第一线，到现在为止有27年了。是我第一张导游证，那天我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了，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意义，所以就把它裱起来了。你看这个号码92037，这说明我是湖南省第37个考上导游证的人。张阿姐是88年建市的，正式成立我们的风景区。那个时候由于这边交通不方便呢，很少有直达客人，我们大部分呢都通过外面的城市中转，从长沙到张家界都没有高速公路，我们要坐那种很老式的大巴车10个小时以上，路况也不好，晴天呢铺天盖地都是黄土，上山呢没有索道也没有电梯，完全靠两条腿爬上去。你现在坐这个缆车啊，全长的是7455米，从我们的城市张家界市啊去爬那个山顶上，啊，大概需要28分钟时间。它落差的达到1200米。所以它这个也是创造了世界的吉尼斯纪录的，就是最长、最高、跨度最大的观光索道。一个转折点，我认为是1995年，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。后来搞了一些类旅游策划，是1999年，3架小飞机穿越我们的天门山天门洞。当时据说有8亿人看现场直播，后来翼装的飞行啊、走钢丝啊、3D 车的比赛呀、等等一些的活动啊，把张家界从中国推上了亚洲，再从亚洲推上了世界。2008年的时候，著名的美国科幻片的导演卡麦隆来这边呢拍了一组照片，作为《阿凡达》的外景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很多的那些背包的欧美散客就慢慢过来了。2000年以后，我就发现了英文呢成为一个导游里面竞争能力的一个体现。我就想了要开始学英语。在3年以后，2007年的时候，我顺利的拿到这个英语导游证。自从我拿了这个证之后，我的机会就比以前多了很多。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a? Yeah, no, it's a really nice modern country to visit. Very green. Yeah, I've had a really good time here. 跟我一起做导游的人呢，大部分都已经转行了。老外是比较注意卫生，特别要摸，不能用灰啊。真的是我的师傅，我第一个团队就是他带我去实践的。其实这么多年来了，张阿姐的旅游发展还是蛮快的。当时我们这团队是个哪里什么六人间的房子啊，在高档酒店比比皆是啊。这么多年来，其实导游的整个社会的地位变化是非常大的。当年呢，很多人觉得当导游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职业，由最开始的国家干部都是企业的正式员工，
后来随着改革开放，企业的改制，我们导游呢慢慢的变为了自由职业者。为了能够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，你就必须强大自己。我虽然是一个外地人啊，但是28年来呀，我在这里参加工作、成家、立业、定居，我也见着张家的发展。在我们张家界呢，还是有那么一部分的老导游特别的热爱这个职业。在我们这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叫做只要张家界三不倒，我们导游就干到老。This is the 张家界 my hometown. This is the beautiful place in the world.Welcome everybody to 张家界. If you have time opportunity, please come back again. Thank you.